今天跟各位研究大言之书，讲表呢14讲表，这讲表看读一简说的53页，讲那个大言之书啊，就是在系辞传里边孔子讲的这一段。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啊，大言之术50，其用40又9。这个在53页里面有一段，我把这一段先念一下。分而为二，一项2；卦易一项3；舍之以四，一项40；归寄于乐，一项润。五岁再润，故再乐而后卦。这是一段。那么今天这个表呢，就根据孔子在系辞传里讲这一段话，我们就研究这个一段经文的意思。这一段是这个大言之书，这个50个数目啊，就是用市草来求卦的方法。过去讲这个易经呢，占卜有2种方法，一种就是用这个市草，再一种呢就是龟甲。龟甲是用那个烧的，烧成纹路出来，认得那是什么一个现象。市草呢，就是用50斤市草来求这个数目字，把数目字求出来以后，就画出卦出来。后来用那个龟板子，就是龟甲，那个方法失传了，保留下来的就是这个市草来求卦。那么市草啊，从孔子那个时候到后来时间很久啊，也你要完全保留下来也恐怕也很难了。就是因为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这一段话，会保留下来，把方法会传到后来。但是孔子讲这番话呢，不是传授这个方法的，而是根据用市草来求卦的，有这个数目，解释这个数目的原理。就是因为孔子讲这个原理的时候啊，附带的就把这个方法传下来了，我们了解这个。那么现在就看各位看讲表了。方法呢，释法呢，这个后面这一篇呢，在从53页到54页、55页都有的。过去我那个在那个儒学简介里面呢，那个方法举的比较简单。那个讲那个时候啊，我是叫那时候叫大家呢用带着那个替代市草的一种任何东西来演练，
一边讲一边演练。但是在这呢，我在这里这个讲说里面呢，很详细的把方法说出来了，各位自己看就能够，你只要一看，你按照这个程序，自己一个人在家里，你找个任何草也好，任何其他的这个或者吃饭的筷子也好，找50根，然后按照这个方法自己一算，一看就明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在这里不要演算那个这个方法了，现在就讲这个理论。理论呢，看这个表，前面讲释法，释法各位自己看的时候，就照这个从53页到54页一个，按照那个程序自己可以看了。现在讲这个数理，数理就是这些数目字的所代表的这个道理。那么孔子在《大言之书》里边讲，大言之数50，先讲这个大言的眼子，眼子有很多种讲法，根据汉儒郑康成的解释，他眼子当这个当演说的眼子讲，那个演说的眼子就是推演呢，把它这个数目字啊，有50个数目，然后把它推演出来，那就数目很多了，照这个字讲。那么也有人呢，当这个广字讲，广是推广的意思，是好几种，我们就采取这一种讲法。大言之书啊，大是以这个数目字啊，这个不是普通的数目啦。这个大言之书一共有50个数目字。50个数目字呢，是用那个释草啊，释草在内地有的。那么释草有50经。他在演算的时候啊，比如说那古时候演算求卦的时候，他要有一定的这个仪式的，他要找一个很安静的、很清静的一个房间，在里面呢要焚香，摆出香案出来，然后这个背上是这个饰草呢，平时是不用的，用一个那个铸通子或者其他的木头做的一个通子啊，把它装起来盖好，到用的时候就把那个饰草啊，就是请出来，那就是读，读是木字边呢一个买卖的卖字，就是买赌换珠的那个读。那么那个读啊，有的是珠子做的，有的是木头做的，不一定了。那么饰草平常就装在那里，到要求卦的时候呢，把那个读就请出来。请出来把50根饰草然后拿出来，然后焚香，这个饰草啊，在这个香上面熏一熏，然后还有一篇的这个说辞，就是命词，命令的命叫命词，命词以后啊，那么就求卦了。这个我的这个方法介绍下面都有的。那么到那个取卦的时候嘛，50根饰草啊，
就提出一根出来不用，五十根提出一个以后啊，再放回那个毒里面的，剩下四十九斤。四十九呢，这个什么意义呢？那么提出来这一根食草啊，代表太极，那个是代表太极的本体，本体是不动的。四十九那个食草呢，就是起了作用了，由体起用了。所以这个表上数理啊，体是意，代表太极，起作用呢就是四十九根食草啊，这才用来演算的这个作用。那么这个作用呢，在演算的过程，每一个过程啊，就代表一种意义的，这是孔子讲的。大雁之数五十，其用要起作用的话有四十九。在言的时候啊，四十九分而为二以下两，剩下的四十九根食草啊，你信手分开来，所谓信手，你不要数了啊，这边是多少，那边多少，不必，你是随便的，你说这边分开两份啊，分而为二，这个分而为二是什么呢？像两，这叫像两仪啊，两仪就是阴阳两仪啊，在太极那个体的时候没有分。阴阳是在浑然一体，分开两分的就是有阴阳分了啊，分成两仪了，就是代表一个意义。分开两分的时候啊，在一个在其中再取出啊，你比如说一边摆这个右边，一边摆左边，这两边呢，阴阳两边呢，你才从左边呢取出一根食草出来，取出一根食草那边呢，挂在这个右边小指之间，挂在这里，有的挂在这里。有的呢不主张挂在这里，放在了前面啊。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就是挂在右边的小指之间，这一根是代表什么呢？左右阴阳。那么取出一根的时候，这就变成三了，象三是象这个三才，天地人三才，阴阳两仪再发展一个出来就是人了，叫三才，就是卦易易象三。在有三的时候呢，那就是蛇了。所谓蛇之一丝啊，蛇之一丝怎么蛇法子呢？把左边这个食草，左边食草你放在，原来是放在左手也可以啊，放在一边不放在左手也行，不过一般的时间呢，分开两边之后啊，左手抓一分，右手抓一分，因此在左手取出来的一根食草啊，就放在右边的小指之间，像是三才了。那么你在蛇的时候啊，这个就把这个左手这边呢，这个食草拿出来，把左边食草啊，用左手来执着，执着的时候用它那个执干什么呢？用右手来数，抓在左手里边，
你说说看，这一边原来在左边的这个，这个右边放在这一边。那么这个说怎么说法子呢？四个做一个单位，一四、二四、三四、四四这么数下去。这个所意思，这个四为什么以四做一个单元呢？四这里讲设置于四，一向四十，向就是呢取向于春夏秋冬四时，是代表四时的，就是数啊，任何一个数就代表任何一个事物，一个理，一个道理，它就是代表四时了。所以你在这个数左边的这个四朝啊，也是四时数。后来你是右边那个草抓在右手里边，用左手来数，也是四四四四这个数。那么先这个在左边这个四草数了一四二四，数到最后啊，数余的多少数多少多少草了。那个名字有两种。一个呢叫做诗，就诗草，在这个时候啊，在数的时候也把它叫做册，册册是在这里就写出来，就册数，册数就是几啊，几册就是几根诗草的意思。数到最后，你看看剩下来那个诗草有还有几根，或者是一。或者是二，或者是三，或者是四，一二三四啊，都算是奇数了。为什么奇数呢？不能再数了。数到从一到四啊，都是一个单数，没有多的了，这叫奇数。那么就把这个奇数啊。剩下的这个奇数，或者是一，或者是二，以至于或者是四，把这个乐在左手里面，乐在左手的第三指与第四指之间，这叫做归基于乐一向润。归基呢，就是这个单数啊，与乐，乐这个字啊。就是这个两指之间的意思，就是夹在两个手指之间，叫做乐了。这个乐的意思啊，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像润，润月。我们用这个心理用的夏历啊，夏历它计算一年十二个月啊，一年十二月就天上那个星斗啊，它那个运转的时候啊，有时有一点点的这个多余下来的，这个多余下来啊，如果说这一年。今年是一年是365日，365日啊，没有那么完全是那个星斗转的这个度数完全恰到好处，还多一点点，多一点点的时候，那么搁上这个一年这两年呢，然后又多出一个月了，这个多出一个月就是闰月。所以这是归基于乐以相润，把这个四四数出来以后，都最后剩出那一个奇数啊，挂在左手里边那个第三、第四这个手指之间，这叫乐。
这个乐呢就是表示有闰约了啊。那么五岁载人，五年呢有两次闰约的，所以载乐而后卦，载乐就是在右属右边的那个数目字那个车数，所以有两次的这个乐的，这两次乐在手里的那个数目啊，就代表有两次，五年有两次的闰月。那么经过这样的演算以后啊，后面的方法各位自己看就知道了。经过四因而成一，孔子在《系辞传》里面讲的，故一啊，四因而成一啊。四因是什么呢？就这个表里讲的，风二向两仪，这是一因。卦一向三是第二次因，舍四一向四十是第三次因，因是经因呢。归基于乐一向闰，这是第四因。四因而成一，四因而成一就是完成那个第一变，第一次变呢。第一次变的话就是求出了这个一爻出来了。一卦呢有六爻。这个一卦六爻的时候啊，第一爻啊先啊这个经过这个一变不够，再变三变成一爻了啊。三变成一爻啊，那就是六变呢、啊，三六一是八变，十有八变而成卦，这是在《系辞传》里面讲的。经过十八次变化，这个求这变的时候啊，就成为一卦了。这里讲四应而成一至一变呢、啊。还要按照这个方法再变，经过三变，那么这个一爻求出来了。那么演算的方法跟它这个基本的这个数目所代表哪些事情，《系辞传》里面就讲了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在大言之术后边的孔子又讲了，这就是《系辞商传》里面说啊，这在讲表后面有一段文字，前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坤之策博四十有四啊，四十又四了啊，凡三博有六十，当机之二变之策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，当万物之数也。是故四应而成一，十有八变而成卦。这是《系辞商传》里讲的一段话。这一段话就讲这个数目啊。那么你这个经过四次经营成为这个一个变，这一变就是前面讲的那个程序了，分一分二向两，卦一向三，舍四向四十，归基于乐一向闰，这个四运。那么他这个这样求出来呀、啊，前之策，前卦的这个策数啊，一共有216，
216册，坤卦的册数呢144册，合起来乾坤两卦了360册。360册的这个数目啊，当机之日，就当一年的这个日数，一年360嘛，365日嘛，这是360日，那个连数就不讲了。那么就是当这个一年的这个天数，这个二变之策呢，二变之策就是易经的上经呢，和下经这个两篇。这上经从乾坤到这个坎离，下经从这个咸亨到己未己，合起来这个64卦。你这个64卦都是从乾坤这两卦里边演出来的。各位看那八宫卦就知道啊，就是那样演算出来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64卦基本的就是乾坤二卦。由乾坤二卦那个合一年的那个册数啊，变成二变之策的话，就有11520，这是代表万物的数目了。原来是代表一年时间的，现在呢，除了代表时间呢，它这又代表万物之数。万物是包括的内容就广了。有具体的那些人物，有抽象的事情，这就由这些数目来做代表，就当万物之数。是故四应而成一啊，就是前面讲的，你基本的是经过四次的一个程序啊，来完成呢这个周易这个卦的一变的这个手续。那么这个一变呢，经过三次变，就是一爻，十有八变，一十八变呢成为一个完整的一卦，就是讲这个道理的。这个明了之后啊，我们稍微把这个数目研究一下。那个前面跟各位也讲过，那个介绍过河图洛书了。河图洛书，比如那个河图吧，你各位看看图就知道，就看看啊。从32页就是讲略是图书，32页、33页、34页，就是讲这个河图洛书的。这个河图洛书啊，这个图在36页把它这个载出来了。这36页，你看那个河图啊，河图中间的是五个基本数啊，它这是生数，万物发生的生的数，生以后你要能够长成啊，完成啊。外围叫做成数，比如说一六天意生水
啊，这个第六呢惩治，这个后头下边呢，那个下边是北方，北方一个空的一点呢，在外面的一点呢，啊，它是北方生水的，北方在我这个一点外边的最下边那个六化呢是那是阴爻，啊，这是代表地的。那么天一生水，第六来完成。再讲到这个左边是东方，啊，天三生木，啊，第八成之，是吧？再讲到这个南边是什么呢？第二生火，啊，天气成之。再讲的西边是第四啊生金，天九成之。中间那个五呢，天五生土，在五的上下一共有十个黑点子，那就代表地。中间这个天五生土啊，第十成之，这个在西辞传里面孔子也讲，天数五，地数五，啊，五五相合，这个讲的就是这个河图里面的河图里面的数目字。那么这个你也可以知道，河图把这个生成的一个五十五点这个数目字啊，分配在五方、四方，中间是中，一共合起五方。五方就有啊，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，那么这个五种物质呢，物质之中就有这个精神。我们中国文化讲中国这个文化的学术啊，心物合一。怎么讲心物合一呢？在这个河图里面，从数目字代表这个五方的五行，五行里面就包含了仁义礼智信的这个四种这个心理，这就精神，心物合一的，这是中国的文化是这么讲的。心物合一的那个物质从哪来的？物质就从心里边演变出来的，演化出来的。就跟那个佛家所讲的，啊，我们人都有八个识，八个识基本的有第八识，第八识在演变出来这个七个识合起八个，每一个识都有见分、相分，见分就是，是有知觉，有这个种种的这个关照的能力。相分呢是演在外面，就我们本身来讲，我们的相分就是我们这个肉体，演这个发展在外边就是山河大地，那佛法也是这么说的啦，这里河图也是这么说的呀，那个提起那个五十根食草，提起一根是那是代表太极啊，整体的太极分出来以后，才有这些数目字。那么这个完了以后，我们就知道孔子讲这个数目字的根据，它所代表的这些万事万物啊，就包含在这个数目字当中。
那么这个孔子在系辞传里边讲，何处图乐处属，圣人则之啊。那么和那个融合里面出现这个图了啊，这个乐水里边出现这个书，书就是前面来讲那个乐书啊。那么乐书和图实在是一体两面，河图乐书，乐书45点，河图是55点，加起来就是100点。这100点是代表满数，整个的数目字啊，从1到5，从5到10到100，这是个满数了。那么有这个数目字，就代表宇宙万有的一切具体的事物、抽象的事物，全部在这里。代表这个是什么呢？方才讲那个求卦的，求卦提起一根丝草，那个这个代表太极就不动啊，体是不动的啊。那么40根丝草，那就是用来拥了。拥的时候啊，这个作用啊，你要了解，它既是代表世间万事万物啊，世间万事万物啊，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动。求卦，你求到哪一爻，就是动爻。我们现在看的这个《周易》那个经文那个卦了，都是变爻。64卦，从乾卦到最后的那个既济未济，每一卦的每一爻啊，不是9就是6。9是老阳啊，它是变爻。6是老阴呢、啊、也是变爻。怎么变法子呢？老阳就变成少阴。老阴就变成少阳。这样是互相变呢。阴阳是代表刚柔的。阳是阳刚啊，阳刚这个阳到了个刚性，到了老了是跟那个人呢、啊，人呢是有年轻的人啊，就到老年逐渐年纪愈老的人，你们现在还没老啊，到老的人你知道，越到老的人心情是愈是刚啊，刚难以这个化解了啊。刚到最后怎么呢？要死了，死了之后也变成什么呢？再转世过来，再变成柔性，是这样的。这个阴变阳，阳变阴，刚柔啊，互相变化。64卦的384爻，这样这个，刚柔相推，这样变化了，就要我们了解这些变化的现象，它的意义。从这些变化之中啊，我们了解世间万法了，求几个自己可以预料的，可以控制的，那么这样变化自己不会感觉到有什么震撼啦、啊，感觉是这个压抑了、那就是自己知道。不懂周易的人呢、啊，他怎么样变自己也不知道，知道都不知道了，他没办法控制了。所以遇到这个
平时这个渐变的逐渐逐渐在变，他还不知道，变到突然来的突变他就受不了了，这痛苦就来了。比如说在世间这普通的事情，那些做那些大财团的啊，有的是还是继续啊，有的是所谓大起大落啊，大起他也不知道怎么起来的，一下倒闭失败了，大落下去他也不知道。起来的时候他高兴的得意忘形了，大落失败下去他就痛苦受不了啊，种种的问题都出现了。懂得周易啊，好处就是把这个世间万法认为这是一定的有的。其实一定有，我们怎么样控制它呢？不让它变坏。不让它变坏的时候啊，世间法这个完全的规规矩矩的，有一定的这个规矩，按照轨道上去行啊，就不会出乱子，不会乱。守这个规矩走到这个最完美的一个境界呀，就超越世间的这个生灭的变化的数目，可以从变化之中而这个转变到不生不灭不会变化的那种境界。那个怎么变法子呢？你就有这些数目字怎么样变。孔夫子在这个周易易经里边的这个探传也好，象传也好，处处就是教我们呢，学易经的人呢，从这个变数之中认识不变的数目，认识它的来源。不变数目是什么呢？就是提起一根丝草啊，代表太极，认识太极。这是我们学周易的呀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则，要把握住。这个原则也不了解的话，我们就是把古人的那个汉学家注解的、宋儒注解的那个，你看的再多啊，对于这个周易啊，学学世间的法，形而下学是可以的。你想是超越到形而上学了，那没办法超越。这个要领各位要知道。